佛山南海和顺雷盛五金电器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胶圈装订机、铁圈装订机、单线圈装订机、加条装订机、塑封机、骑马订书机、切纸刀、碎纸机等办公机具。近年来，广东以高标准建设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为抓手，该企业在产品知识产权保护上到目前累计申请50多项国内外专利，2021年被授予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称号。我们以 LK 系列过塑机为例，从外观设计出发，对重要部件和关键技术均申请专利，实现外观和技术的全面保护。仅核心部件加热系统就申请中国及美国发明专利2项，实用新型4项，实现核心部件的全方位的保护。该企业依托专利基础支撑自身产品竞争，产品出口至全球多个地区和国家。